非常合身的内搭。我们选一下外套，好好的，这边有几件外套给大家选择。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嘛，现在我手里边的 iPad 可以看到大家实时的留言，所以你们觉得周周是该穿这件呢，还是这件呢，还是我们今天选择真的很多。其实大家看颜色好了，有灰色的、棕色的、黄色的，看大家喜欢什么颜色吧。这个还有这件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哦，来看一下哈。好像这件跟我这个衣服更合适。也有网友觉得你穿这件蛮合适，你自己也喜欢这件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就穿这件好了。好啊，来来来。不能给大家看我脱衣服，能给大家看我穿衣服。其实这一件我们现在我们俩穿的都是秋冬的新款。是，你这件很好看啊。对，其实这一件对，而且你这件也是秋冬的新款嘛。是是，这件很好看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件衣服也挺合适我的。而且我建议你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线上的限时商城，今天九点会开启的。哦，九点开启，然后正式来销售这些线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曾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长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为自己鼓掌。